明白，现在岸上暂时由消。啊，你看那个冰箱了，冰箱了，冰箱过来了啦！赶快吃雪糕，吃雪糕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山上面建的，卫生室还比较安全，没有废水、浸泡。小天，你在这个部分尽快落不落包个毛呀？盖一个楼梯子，我比他看看难哟。我说都没么的放几锁，好了，我们两个楼梯子也拉不下去。
那天就泰山来嘛，那泰山嘛，要听到你讲。我吃一下。哎呀，但是那个是松枣糕，松枣糕的。哎呀，那个是松枣糕的耶嘞，松枣好感动，好感动。还比一年的干的还吃一下。嗯，我这是。只看到强先帝，看不到任何一个领导。等我们把先秦抢过了，领导全部都出来了。等到记者来采访的时候，还是领导。不要家里面不是一个最高最大的。到干活的时候看不到一个领导，最危险的场子看不到一个领导。
上海那个嘉兴那边吧，交警跟记者查到我们大货车安装那个家用空调曝光了，说是违章，是改型，对不对？说我们存在安全隐患。我想说两句，什么人？我们也不想装，但是我们是人不是神。我们去厂里装货，哪个厂能够及时保证东西，保证及时能够装货，让我们早点发车，没有哪个厂做到，是不是？你们在办公室里坐着，空调吹着，晚上回去洗个澡，空调房间睡觉。我们呢？我们白天在那里耗着，高温37、8度，甚至40度，对不对？驾驶室里面温度你们可想而知。我们到哪里去？不说给我们提供休息场所，没有，传达室也不让我们进。我们到哪里去？我们怎么办？白天耗着，晚上疲劳驾驶，车毁人亡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怎么办？说到安全隐患，我们大货车这么多年不见，上路行驶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，对不对？干嘛处处找我们大货车驾驶员的门道，刁难我们？记者交警，你们播新闻，你们是为了新闻制造新闻，还是找我们线索，还是真正出来关爱我们大货车驾驶员？不是吧？凭凭良心，大货车驾驶员不容易，安全隐患。我刚刚又想到一点，你们那个交警那个流动执法车，今天拖到这里，明天拖到那里，你们本身没有电源，没有动力，拖到某一个地方放着，你们在那里办公需要空调吧？怎么就有空调？电源在哪里？就是一根电线拖出去，在旁边接上电源，不存在安全隐患吗？行人走上去，万一你电线破皮了，打死人了，怎么办？你们就是合法的，我们驾驶员就不合法，对不对？关爱我们大货车驾驶员不容易，你们的生活、生产、物资都是我们没有日没有夜给你们送过去的，体谅我们吧，好不好？给点关爱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人性执法，人性在哪里？不办了，二娘，公安，我们是负责治安的，我不反对你征地，你们试试，公安是维护秩序的。赵副市说了，公安不许参与征地，你们要以身试法，你都试试。就是啊，我还说你呢，我们家地。我不怕，走了，你躲远点，我拿我也没啥给你干事。过来。哎呀，哎，马呀，你们！马，马，特别！马呀，你们！看，你们要干嘛？你打肉马王了，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给我弄死你们！过来！今儿要命！操你妈的！过来！过来！过来！操你妈的！你再过来！干干干！你干什么？这是同志干干？你干什么？操你妈的！你谁他妈没事？你们我不来咱们村儿不来？把关一软！操你妈！你把人操出来呀！操你妈！滚！你妈了个逼！
没有妈？你干啥呀？喊我的妈！